如果講話用音樂去傳遞愛咧，咁我所傳遞愛就係我同我身邊嘅樂手應該去愛我哋嘅作品，因為呢隻唱片要用一個月時間喺一個 studio 嗰度，我哋五個人一齊咁樣去夾出嚟，每一日都夾，咁總共咧30日，每日用咗6個鐘頭咁去唱。其中呢一隻歌咧，由即係啲歌由 demo 開始，然之後我哋就由樂器乜嘢都唔知開始，我哋就慢慢編，慢慢編出嚟，裏面全部都係我哋對呢啲作品嘅愛。呢首歌係其中一隻令我哋都好驕傲嘅作品，呢首歌叫做《驚人》。我們選擇的這首歌是一首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聽
係88年出道，係一首喺個電影嘅插曲嚟。當時呢首歌推出嘅時候咧，佢得到好多獎項，佢得到金馬獎嘅最佳電影歌曲，佢亦都俾好多好多歌手翻唱過。因為佢嘅歌咧係得一個信息嘅啫。我諗如果用歌曲嚟講愛嘅話咧，呢一首歌都係呢一種曲種嘅表現嘅。呢首歌係由路冠廷寫曲，由潘元良寫歌詞，由本身係由蘇芮主唱，亦都有林子騰啦、梅艷芳啦，有好多好多個唔同嘅人唱過嘅。呢首歌叫做《憑著愛》。
再見，好啊，拜拜。